推一只，右脚，立下来，点手，手手手手来，等一下哟，加油加油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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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再一次再一次，妈妈说 OK， 咱们放下去。游戏活动过程，孩子的动作要平顺，不要太猛，更不可憋气。体能状况较差的孩子，肌肉收缩训练可以采少量多次方式进行。累积每日每种肌肉收缩训练总次数达20次以上，可以有不错的效果。哦，好棒，回来了。好，手刷三指，再一次哦。游戏进行中，若发现孩子有头晕、想吐、昏眩、脸色苍白，感到精疲力竭，则应立即停止活动，立即将孩子移至通风处，让孩子放松调整呼吸，必要时立即求助医疗协助。哎呦喂，你也要一次啊，真的好好好，你换小波，换小波，你会有大力一点好不好，大力，哦，好棒哦，啊，你吹一下，哦，大力点，可以在平躺、坐姿或站姿坐哦，也可以拿不同的东西，纸飞机、风车、蜡烛、泡泡等，让孩子用肚子力量吹哦。大家一起来比赛，看谁的风车转最快，谁吹的泡泡最大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吹给阿嬷看，大力。大力，好，调身子哦，调身子哦，滚滚滚，卷心饼哦。鼓励孩子用身体屈曲翻转方式启动翻身活动。若孩子不太会翻身，可让孩子侧卧在枕头或其他垫高的物品上。身体侧卧越正，越容易启动翻身。先由侧躺到俯卧，或侧躺到仰躺开始，之后再逐渐把垫高物移开。可以让孩子在床上、地上或斜坡上连续翻滚，增加躯干控制力哦。孩子喜欢斜坡上连续翻滚的乐趣。准备打滚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让孩子躺在枕头或垫高物上，做半躺仰卧起坐的活动，双手伸直往前触碰膝盖或目标物，孩子躺得越低越难。孩子的能力进步后，逐渐把垫高物移开，躺下来，轻轻的，我爱打预备起。爸妈用手或脚轻轻扶住孩子的脚踝及膝盖，孩子比较容易做哦。好棒哦！我要推背。这好，那你躺下，妈妈再给你。好，预备起。好舒服。好了，好起来。手手给妈妈，好棒哦！一下，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再来，躺下来。轻轻的，好，躺下来，然后一下，加油！家长与孩子面对面，手拉手，轮流做仰卧起坐。手拉的力量越大越简单，慢慢减少手拉的力量。要让大人的手臂是软的，也就是说，让孩子像是拉到软布条一样，无法只是靠手的力量，而是用腹肌的力量进行坐躺的动作。哇，妈妈好好了，哇！对，哎，躺好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妈妈放开了，点了，等一下，再一次来，加油，二三，点久一点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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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好棒，好棒，对，好棒，再一次久一点，太棒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棒，好棒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
让孩子平躺，将两脚同时抬高，背部要平贴支撑面，腰部不可拱起，可以让孩子的脚放在枕头或其他垫高物上再抬脚，垫得越高，孩子抬脚的动作越容易做。孩子的能力进步后，逐渐把垫高物移开。对，来了，一。若同时抬双脚太困难，可以交替轮流抬左右脚，举高碰到玩具，或用脚和爸妈拍手。也可以在脚上绑有重量的玩具，重量越重越困难哦。来了，脚脚来